今天 Amy 老师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首歌，来自周杰伦的一首《本草纲目》，跟着我一起来训练你的气息吧。家里有哑铃的，或者是有这种负重感的，还有那种拳击手套的，都可以拿来做这样的练习啊。那我们来跟着音乐一起来运动吧，要找到这种核心的感觉啊。好，我们准备好，三二一，走。慢一点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加上我们的动态练习啊，三二一，走。走，加快，OK，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们的身体燃烧起来了，包括我们的气息啊运动起来了，不管我们在走路还是在家里练习啊，我们都可以拿到老师这样的方式来去这样感受我们的横膈膜的力量，包括我们的小腹的力量，腰腹部的这个力量感啊，一定一定要坚持这样的练习，我们来做声乐上的跟红女孩跟红男孩吧。